睡了。晚上我来弄他还不行，非要让我来，非要让我来一下。睡觉之前还要给你抱一下，你不是习惯了吗？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的私房钱还有没有了？你看那表情，哎呀，这老惦记我的私房钱干啥？这三个字一出来你就敏感的很，是吧？特别敏感。哎呀，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哎，我上次发现的时候还一记塔子呢，你就没有了？你上次啥时候？上次、你是不是转移了？要不然就是，哎，你有个毛病啊，你东藏西藏，最后藏哪儿你自己都不知道了。我是老年人嘛，藏哪我都不知道。哎，以前有一次都是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的，你翻啥不的，哎，这咋还有100块钱？你自己都这样说着呢，还。你是狗耳朵。你确定你没有转移，也没有乱藏？没有转移，我没东西转移了，我现在没东西了，花完了，你懂不？别跟我说什么是糖等糖的事儿，那是年前的事儿。过年前我买了个手机多少钱啊？一个手机3000块，没有了。那一手机我还给你赞助了1000呢。你给我赞助1000。对，好，手机2000，嗯，暖气费是不是交了1000？我问你，年前买年货那东西都是不是都是我花的钱？买年货哪是全部你花的？大头都是我花的。平时家里面用的钱，买一些东西，小东西，你别看这小东西，都加起来都挺多的。哪有私房钱？没有钱了，我现在，再别给我天天给我说这个事儿了。我说这事我也不问你要。哎，你们这个单位上啥时候发工资啊？不知道，没问。好像每个单位每个就是发工资的日期是不一样的。没问啊，干了2天，干还不到2天，我咋好意思问呢？也就是，刚才我问了一下孩子吧，他的这个私房钱的问题啊，看来是他确实是没了，干了，可能就剩下个150多块钱了，我觉得。我准备想着给他拿上1000块钱，让他先用一用。男人嘛，你身上一点钱也没有也不行。他这个工资估计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发呢。我现在就把这1000块钱给他去。给。哦呦，你看看你这眼神儿。抢啥呢？给你的，带着微笑数钱了。那肯定给你的呀。给我零花钱吗？是呀、你这私房钱也没了。我刚就想了解一下。没有了呀。确定？我才确定呀、要不然你别藏东藏西藏，自己都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你不是说挺自觉的吗？什么叫自觉啊？我哪次不关心你啊？你不是这个工作吧，等你再发工资那天还不知道等到哪一天呢。我说先给你拿上1000块钱，你先零花吧，买烟呀吃饭呀在外面。嗯。是吧，你男人身上也不能没几千块钱呀。嗯。哦呦，你看这个人不知道该干啥。你干啥去啊？你看你看，又背着手走了。吓一跳！